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旋。今天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凯旋。我有另很多的同学没有来了，下个星期会排啦，星期六应该会排啊，会检测到哦。我第一位朋友就是 Luca， 第二位的朋友就叫做阿娘。第三位朋友我就忘了他的名，所以今天的时候我检测了就会告诉你们。你吵我哦，等吧，大家别说大家别说为什么我很幼稚啊，我就是为了要拍这个影片来的，来给大家我自我介绍。所以呢，我心理态度就是刚刚我的头发有粘土，给我拿去剪头发了，所以我就是凯旋哦。凯旋 KAISUAN KAISUAN。 如果你们想写路卡的，不要写卢卡，也不要写阿娘，也不要写另一个 ，OK？ 你们会知道下场的，你们会找不到的，你们懂什么吗？因为他们只跟我拍戏，不跟自己拍戏的哟。OK， 别再开玩笑了。你们记得订阅凯旋的频道，也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就是我咯，凯旋就是我嘛，呵呵呵呵呵。要订阅我，按赞 ，and 在上面留言，还有 share，OK、okay。大家也要订阅我，不是我，我不会知道下场的。我不懂的那个名字的那位小姐，我就叫她，我希望她是星星的嘞，所以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嘟嘟嘟嘟嘟 ，Garage Man， 还没拍什么？